すりません。没事，没事，没事，没有，没事，没有一个牛排解不了的。到处要露出那个。你要干嘛？就是。什么？太多音效，哇，太多了，太多了。感谢超级留言，你怎么那么开心？刚刚他在讲什么？哦，那个之后会有记录档。哎呦，好，可以连进来，可以连。我进去了。小雨总长那么奇怪啊？什么？对耶，对一下，我要长得奇怪。对啊，不是他们说要这个小小兵，耶。刚才今天小小兵是不是太空狼人杀？对啊，那我要改那个。好哦，很可爱。现在我觉得小雨真的当小小兵的啦，我的天。对啊，我是小小兵。小小兵，动哪一个数？八点六。八点六。你怎么变成小小兵了？因为我想玩太空狼人杀。心在太空。心在太空。啊、天哪！啊，哈基总没有。小雨姐，你好特别。我在换，我在换。对啊，你好特别。哎、欸，我每次开台、那個。期待哈基总手上会拿什么？并没有，并没有。它是有条纹的帽帽吧？条纹帽帽吗？啊。每个人都有颜色啊，你的是什么颜色搭什么颜色？嗯，好。Fashion。Fashion。Fashion 危险，危险，危险，有好像呕吐物一样的。你说绿绿的吗？绿绿的。变身前要在 Bobo 面前，然后让他扑在全身，哭了。这不就是吗？对啊，我没有说错吗？好吗？有感受到。它其实蓝色，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真的蛮好看的，很大很大， yeah. 很深蓝搭蓝。对，金总是蓝的，我以为你是绿的。当然的，当然还是搭蓝，搭蓝搭蓝呐，搭啦，当然啊。为什么你的头是歪的、啊？没有，他那个是什么？那这边这是面具啊！我想到你的头怎么歪的？头是歪的，面具啦！你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侧边说你的脸怎么是歪的？反都不知道啊！我看到你侧边是你的脸，我想到你的脸怎么是歪偏的？他们说很像赛亚人啊，很像。你的那个衣服很像悟空的衣服、啊，那就是悟空的衣服啊，超像的，超级悟空。啊，我真的今天这一看就知道，我跟迪叔二零一定是超级留言，一定是冒牌货，冒牌货。这个其他六个人才奇怪啊。西装衣服，二零，我们要加油！超级的呀，感谢新会员，我们一定两个都是好人，我们三个都是好人。哎、欸，注意哦，三个狼都是他们哦。哎、欸，抓三狼有没有？抓到了，抓到了，九个人我们就可以调三匹狼哦。哎呦，哎呦，哎呦，一起嗨起来！哇，这要先来设定一下。好，我怎么突然不会腻？因为他要给我兔子拖鞋。啊，你会过？对，你会过要讲啊，我都不知道啊，要打下去。六七八九，哎呦，心里的兔儿突破帽子了，对啊，吐了，我吐了。不是突破啦，没有人吐啦。你刚刚那么紧张，没有人在 Q 你啊？哦，其实他面具是不是透明的、啊？半透明，半透明吗、哦？来，我们今天第一场要来玩一个很特别的，还有来啥？狼人知己知彼，关闭。哦，好笑，还有这个之前有更新这个，所以也就是狼人一开始进场的时候，也不知道伙伴，不会知道自己的伙伴是谁。哦，所以你要认得自己的伙伴，就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晚上穿装，那要么是狼，要么是诈欺师嘛。对，那另一种就是狼王拉人过来。那你们两个一定都是狼，哦、会有 ID 会显示，对、哦，而且你们两个就一定是狼，好吗？好，那我们的设定呢，就是三匹狼，然后各职业都一，没有怨灵跟村民。
好 ，OK， 好，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吧？那我们美术馆，好好好，起来。怎么是狼人？哎，第一天不能刀人了吗？刀人，谁讲坏话？坏话，谁啊？电梯可以用吗？电梯可以用吗？我的脸有一点肿，可以吧？电梯现在顺了吗？电梯顺了吗？电梯还是有点卡，我觉得还是微卡，还是微卡。没有，小心电梯。电梯有你们看不到的人。电梯要继续封印吗？还是没插？对啊，电梯要封印。怎么这么快晚上啊？对啊，太快了吧？对，时间是可能刚没调到。世界无敌快，我要跑了！天哪，救命啊！快走了，都一个零，都一个光哎！哎！啊！救命啊！啊！救命啊！哎，谁在那边乱揪瓜啦？一比呀呀，一比呀呀，你的歌叫做一比呀，是不是？一比呀，我要说，杰克，我要说杰克刚刚砸瓦鲁德说动不了，是杰克，我不行，我受不了了，二零你去死，什么东西？二零是哪？不行，我受不了了。杰克，你刚刚没有动啊？杰克没有动，应该没有吧？没有谈情说爱吗？你刚刚跟我看的一样，哇，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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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哎，不要再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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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给你听，不要再唱了。别唱了，白痴，好恐怖啊！哎，看不到，哎，小心，好，哎，谁在唱歌哦，白痴哦，你是那个哦，对啊，来啦，有没有冤家可以说一下吗？冤家我团团巧克力不是狼，嗯。那是波波啦，少多了一个，我就在唱歌了。那小雨，你知道哪些好人？我以外还有谁？你刚拉谁？迪叔，看到迪叔啊，我是唱歌的。反正你所以我们一二三四大好人，迪叔干嘛？怪怪，你走开！我觉得哦，他好人，他有好人，自己都是好人。完了，刚没丢到啦，完了，你是好人，你给我丢我们，别说丢我们。不是你们一定有一狼，你们一定有一狼。我们预言家都说我们是好人，因为我刚看到一只狼过去。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只狼，在后面。谁？那个真的是狼，那个真的是狼。我还可以有一个狼。我还可以唱歌。这是谁？我把它钉在上面，碎。我把它钉在旁边，我天哪！我唱歌。哇，这个因为设定关系啊，时间太短了，对不起，凡凡。没事，我是好人，我帮你把小雨杀了。你是坏人。我帮你把小雨杀了嘞。我是好人耶，那迪叔一定是狼啊！迪叔是假的，哈吉是女巫啦！不要！我杀你！波波是狼！哎，波波是不是戴头盔听不到我们讲话？波波是狼，你们这场也太混乱了吧！用面具吧，用面具！这场在干嘛啦？是狼。就是，哎呦！什么？我小心二零，小心二零，二零就反心了啦！都这么明显，你们是？哈哈哈哈哈！你们是脑残哦！你们的脑袋长得像什么？好厉害！我们有加速，看到失误了，对不起，真是太有趣了。对，有队友说我打不死哎，你怎么打不死我？好有趣哦，这个太有趣了，砍太快了，什么鬼？砍太快了，凡心。二零，二零快点，二零小心，不要二零这个人。哎，可是有票吗？他进你没票，凡心就输了。对啊，来不及了，你还在上面看戏，来不及了，快点活下来。哎，对，因为不是变成是还有一天。哦，对啊，对啊，对啊，玩太多太空了，都忘了，还是有希望的。阿俊，你还是有要靠走位了，靠走位了，快搞！我觉得没什么，他有那个，我来了，我来了，
白天就不同了，他有无敌，他有无敌，隐形，他有隐形，下去，哎呦！来不及切，太难了，太难了，二零直接投狼哎，我打错了，我也是波波，我想说你都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本来想打波波，请问 BO BO 还在怀疑他记得吗？还在丢 BO BO 干嘛？我被制裁了，我被制裁了，你活该被制裁啊！笑死。每天两分钟好不好？有加倍的时间，加倍时间。刚没调到，刚真的太短了，刚刚超级快、欸。然后我们还开一个雪狼，好，毕竟狼人有没有彼此已经不认识彼此，有弱势，再加一个雪狼，好，让他们优势一下。好，那就再来咯，要认清楚自己的队友啊。嗯可以打啊！鲁豆豆都超混乱！我的天哪！我要躲起来了，你们好恐怖！我要躲起来，我要躲起来了！躲躲躲！大家都躲啊！啊，迪叔是狼？什么？我又是狼？我啦，我是狼。哦、对，迪叔你是狼哎、欸！迪叔你是狼？对啊，我是狼。好，可以等下第二天我票他，我单票挂迪叔。不要！哇，你都承认你是狼？他怎么都哦？我懂了，我懂了。啊？就刚刚可以砍到巧克力，是因为电梯那边突然卡了一下就回空了。嗯、我是有被打到哎、欸，只是就不晓得为什么没死。哎、欸，我应该不是我回的，我也是有被打到没死。二零，而且感觉没什么扣血，可能是那边那个怪怪。对，怪怪。哇，我刚刚也是，就是直接砍下去呢，一刀那就嗯，他没有连砍呢、啊，可是一刀我就没死。怪怪的。哎、欸，那切两刀，那再来测试看看二零过来。坐起来再看一下。可恶，我失败了。嗯。失败了。噔噔噔，完蛋了。哎呀！你看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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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你是。哈哈哈。好，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不要鬼了，我知道鬼了，我知道鬼了，鬼了，我知道鬼了。这台是看不到我。过分了哦、啊！呕吐，呕吐，白痴哦！呕吐，呕吐，呕吐！哇，这歌好好猛哦！什么？这是呕吐，呕吐，呕吐！改版的。干嘛啦？人家大白鲨嘛，我大呕吐啊！呕吐，呕吐。呕吐呕吐，有人被砍了，你还在那边吞吞？干嘛？二零四郎，二零四郎，我是诈欺师。我在我面前变身，他在我面前变身。哈哈哈变身啊？顶楼你们在哪？你们在哪？在哪？在哪？没看到哎，顶楼没看到。在哪？我是预言家，巧克力是好人，我验到巧克力。巧克力是好人，他就在唱歌，他就在唱歌，呕吐呕吐了。然后那个喵喵果然喜欢我的歌啊。然后我可以保哈基，因为我是猎人，我刚把他拉过来。然后繁星也是好人，因为那个找路的时候他还可以动。哎，他有啥？我没注意。有啦，我刚刚有。你要大喊呐！迪苏雨，好，我等下大喊。那就二零小雨大可以啊。还有迪叔啊，还有小雨，还有小雨，小雨啊，迪叔在这里，迪叔在这里，迪叔看到迪叔，看到迪叔，看到迪叔，你心虚什么？迪叔你心虚什么？哎，有没有票？哎，睡睡睡，哦，迪叔，嘿，没有迪叔，你从第一天就大可以了，我哪里大可以？因为你还学不会说话，是谁？是谁？你要说谎。说谎的班级是吗？来，可以验迪叔了。我要说谎班。哎、欸，你哎、欸，我们这边都可以动啊。迪叔吗？哎、欸，那边都不能动的，那边都不能动的哦。那两个一起走的不能动的哦。来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边，看一下哦。你怎么知道？我过来啊！我要进去。你过来，我要打呕吐了哦。哎、欸，下去了！白痴啊！你怎么这样？呕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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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啊！你一不小心吐了，不好意思。哎、欸，你不，你拉人也讲一下好吗？我太紧张了，刚刚好可怕啊！哎呦！我来啊，小雨来啊！小雨是哪？小雨来啊！我啦！小雨不要走啊！零加一个二零，不是我。什么？不是我，真的不是你。是二零加二零，不是没有你，我是扎吉斯，不然你叫预言家查我一下。你是雪狼嘛？想骗人？二零加三楼，二零加三楼，二零在三楼，二零在三楼，三楼。好，没问题。看到了，在三楼，三楼的十八，来来来，咖啡厅。啊！短粉丝哦，没沙瓦路都听了。哎，走另外一边，二零快过去，走二零快过去，走另外一边。不要！太好笑了吧？你怎么可以打我？打打打！等等等，打他打他！我打边边过去了，我打边边过去了。没沙瓦路到了。最后一只就是小雨，最后一只就是小雨。没有，怎么？最后竟然不晓得为什么我哈欠砍过去了。我再查一个人好了。那个小雨，你查查一下小雨乖乖，他刚不见了。没有，我刚查了啊，死掉的迪叔真的是狼人啊。哦，我那我好强哦！天哪！别别，我保护你！别别，我保护你！有，我会保护你，我保护你！我也来，我也来！哎呦，有人出来了！我没事没事，都自己人。我觉得最远的那个才是哎。对，最远。看蹲蹲两下那个。小雨啊，我有那个强力证据，我有证据，小雨是狼。刚刚第一天的时候，我躲在西瓜堆里说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然后小雨笑两下。他确实看到你。这是不是燕玲啊？没有，来了来了来了！啊，我无敌无敌无敌，我傻无敌了，我傻无敌了！对，我吐了，我吐，我吐，我吐啊！你过来，我吐啊！隐形啊，我吐，隐形，隐形，全部人在打嗨。哇哦！我瞄到了。有人烂炮兵没投到要死，烂炮兵哦！哦，你厉害，你来，大家隐形，你厉害，你来。小面他被秒了吗？是吗？哪里？是哎，我要不要多一个几率？哈哈哈哈哈！几率，多几率呀！是呀，二分之一变四十，变四分之一了。哇塞，我觉得我这样不错哦，五十变二五了。哇！没办法，有人击到女巫了，女巫不开心了。在干嘛？你们在干什么？有人刺激我啊！我不开心。哎呦！天哪！小雨嘞？杰克，你神圣的一票。你神圣的一票。我觉得预言家没有活的必要了啦！你要不要把预言家票掉啦？好好，没问题，没问题。预言家票少，预言家，预言家。我赢了！我赢了！我这样都中了，没办法了。哦，哭了。重点是，你知道刚刚那个票不知道票巧克力还是票谁？那个其实不是小雨票的，那不是我票的，我直接是谁票的？不知道你们谁打到？你们谁打到巧克力？打到很强。我被票，好笑！有你有被票啊？啊，忘记了。我就是看到你被票了，我想说那赌一下，我就跑走了。对，欢迎人。哇，大祭司就下了，好好玩哦，莫名其妙。啊，这坏人好像比较弱势哦。我们忍者，忍者变成怨灵。哦，好啊。所以好人方少了一个，多了第三方怨灵方喽。好。好。来，走起！哦，绝对好人。嗯，迪叔，你怪怪的。打人，我又怪怪的。打人，乱打人，怪怪的。你乱打人呢？乱打人，乱打你什么吗？你不是吧？你怪怪的。波波乱打人哦。没有，那是迪叔打的。哦。要打在你后面呢。那个，等下我要票波波。我撒回。迪叔乱打人，所以我要那个票波波。
迪叔好人啊，迪叔，迪叔我大哥，我保他。你们为什么都可以这么准？欸、这么准？你真的是狼啊、喔！我保你啊，迪叔，真的是好人。你真的是狼哦、喔！我真的是好人，你是不是想杀我？听我解释。迪叔这句话就代表两个意思，代表他真的是好人，而且波波真的是坏人。你刚刚头上有蚊子啊，真的。我好酸哦。我臭狼，走开！迪叔，我们都看透你了，看透头了、欸。小心，小心，不要动刀。哦，我要动刀了，我要动刀了，我要杀人了。哎、欸，你后面，好凶哦、后面。啊！干嘛？啊！哇，你是好的哦，好哟。我看到人掉下去了。啊！哎、欸，迪叔死了！呕吐！呕吐！呕吐！我要呕吐一下！呕吐！我要成功！成功了！哇！原来猜错不是狼，是怨灵啊，宝宝。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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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呐，死了呐，死了呐，死了呐！下面不是你看是谁？下面是三个，下面三个，小心！坏人，小心呢、哦，小心呢、哦！不知道追，你们追着，你们追着，嗯。在这附近，在这附近，他好像进小房间了。房间？哦，哦，20，你这里，20又你，又是20啊？什么？20又你，20又你，我扎起司，有点抖，有点抖，听起来有点抖，听起来有点抖，没有，真的，三楼星巴克，没有，屁股点，星巴克，星巴克，好，你快刷，你快刷，刷，不要，不要，不要。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哎，我跟你讲、喔，又是你啊！如果你是诈欺师，我会恨死你。刚把我打下去，害我死掉。我等一下知道杀诈欺师是谁。哎呦，哎、欸、哎，杰、欸、克啦，他骗我。啊、是杰克，杰克，杰克，完了，来不及了，他这里太远了。完了，我上不去。哎，完了，完了。欢迎加入鬼手。没关系，至少你知道、让我们知道狼人是谁了。真的，不愧是鬼手趴趴组，开心。哭吧。那怎么没人点歌？哈哈哈哈哈！真的哦，然后叫我等你啦，我等你。走开啦，杰克。完了，完了。完了、哦、完了完了完了！阿基在哪里啊？阿基掉了啦！臭啦！这是谁啊？哎、欸，团团、欸，结束了！哎、欸、哎，嘿、欸，团团，结果票他就赢了。好、欸，其实巧克力耶、欸，是啊，没有他死了、啊。嗯，没有，我是说那个骗人的。我跟你讲，杰克啦，杰克。啊、哦，又我了，又我了，哦，没有啦，没有，我要跟你说话啦，我要跟你说话，巧克力是那个啦，是吗？我来看一下身份证，我刚刚杀他的，我刚刚杀，对对 ，OK OK， 了解，我刚刚杀他，你有传过他哦，哎呦，还有一哦，一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吗？祝你们一人一票吧，一人一票啦，一人一票比较好玩啦、啊。一人一票啦，没办法，一人一票是在杰克手上。剩一票，杰克你可以自刀吗？这个跑太远了 ，Q 出来，你 Q 出来给团团好不好 ？Q 出来给团团，你 Q 出来给我一下，我也想啊。走好快，走慢一点啦，老人家啦。打屁股，打他！这个撑过这个，我老也撑不过下一个天亮啊！下一个天亮，救狼啊！救狼啊！救狼啊！救假狼啊！拜托啊，给个机会啊！哎呀！阿基，对不起，你怎么把我打下去的？我没有想到下面这么多坏人，就三只鲨鱼围着我，怎么能怎么办啊？天哪！但是他自己查的太漂亮了，对，查的不错。
直接把 Bobo 惩罚了，好像没有。我刚想到白天有看到 Bobo， 怎么晚上人呢？没看到。哎、欸，人呢？我这是在很远的地方，你观察系玩家哎、欸。对啊，观察系玩家。有三个狼，太凶狠了。我觉得刚好也都把女巫跟预言家都杀掉了。对。所以我们有已经把恶灵给抓到了。再来。三场狼。啊迪叔你怎么又当坏人了？迪叔是坏人，没有是恶灵啊，是恶灵啊，我觉得二零，三场狼四场了，四场就是对二零你会连当哎、欸，没有就是你要二零，所以你要第八该换人了，该换人了。哦，那你现在可以说你的职业啊，你直接跟我讲，你敢不敢说啊？忍者是忍者，是忍者，是忍者，没有诈欺师，诈欺师，那就是狼人。哎、欸，那狼人等一下看到他砍一下，他是诈欺师。好，直接就把他刀会比较。狼人直接砍他好不好？可是狼人会砍到同。你是不是想杀我、啊？你说狼人会砍到同伴，没有没有，就是砍到同伴，同伴，同同花顺。头发是头发是，李叔，我跟你说、哦明明啊，要小心我、哦。我不想听你走开。哇塞，哇塞，这好多人哦。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了？呕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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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呕吐呕吐！熊猫，熊猫是燕妮。好土哦，土哦，土！我土怨灵啊，那个没有忍者，你不能装忍者啊！我直接拉他过来，他是隐形。这个是哪只臭狼？我傻了。怎样？你忘了穿衣服、哎、被狼狼刀？那边有两只臭狼哦，我看到狼拉狼哦。没有，我是好人啊。那边有两只臭狼。就是我是忍者了，忍者暴力班。哎、欸，两只臭狼跟一个死人闭嘴啦！死人闭嘴！一直呜呜呜呜呜！这是狗团的专利。哦哟！烦死了！直接一拉就中。他那个真的很明显哦，那个真的很明显、啊，很明显。我还犹豫了一下，想说不对啊，没有隐形的人呢、啊。你说拉怨灵体质啊？怨灵是谁啊？我怨灵是有穿太空装的啦。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他刚狼的头打他，我有看出来。笑死！这是我在抽他。啊不对，怨灵在下面，你们不票他？看哪？是谁？看哪？不是粉团的，我是粉团的。是啊。来了来了，我打到了，留给预言家就好了。OK， 这边都会来。哦，对耶，就是我拉他过来，他看不到他。哦，想说晚上我练，我真的练。叮铃 ，OK， 保一个人。谁？哎，二零是好的。靠哟，当然啦。哦，那他真的是那个二零真的好，二零真的好。我那边有跑很快的哦，那我定他，我定他。对对对。就在那里，两个都在那，两个都在那。你可以跑上来，我的我可以直接守护你。那边哦，我看到，那边死伤惨重哦。我觉得，哎、欸，可是剩两个啊，哈基跟繁星。繁星是不是狼啊？因为我刚看到那边有两只狼互拉，然后繁星从那边出现。是他们两个，剩他们两个，因为、嗯、对啊。对，那就是他们两个我快笑死了！他竟然陪我一起票怨灵。哦。我。哎。我吐我吐我吐。最后马上下。完了，那我要怎样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我跟你讲，你不能怨我啊！你不好好穿衣服在那边到处走，欠砍！欠砍！真正的欠砍。他在一楼，他在一楼。在一楼。他在一楼，他在一楼，他想往楼上走。哎、欸、哎，欸、我毒死他了，被毒死了。哦，你是女巫，我是女巫，女巫就好了。哎、欸，反正我刚刚不知道，好像是点到你身体，杰克，你点到我，
我点到你身体，然后我穿不了装。我天哪！我被刺伤。所以杰克杀我的，他被刺伤了。摸你的、啊，杰克刀波波，繁星刀杰克，然后是这样子啊、哦。哦，然后知道，知道，波波是欠砍呐，对不对？因为他没穿衣服。啊啦，杰克也是欠砍啊，杰克也是欠砍。对，我刚刚穿他点到底，他在你的身体上，我打不是我打开门看到他就是全裸在那边，我不敢看看看谁呀、啊？而且我刚被尽管转头的，不信。他想穿的，他只是穿不了。然后另一个是明明就不知道彼此的身份，然后还不赶快穿。我想要那边很多人嘛。我看到你着装的瞬间啦。演一下好人，我想要演一下好人。演一下你就被刺刀啦。哦，对，我要演炸鸡师啊！突然就演炸鸡师。然后被进度就破功，赶快蹲下来，赶快蹲，蹲着，你赶快蹲着就对了。哎呦！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来酷点呢、啊。酷点广告时间，视野至于只能用四，看到人才可以，对吧？是饿吗？跑不掉哎、欸，超短。遇到鬼完全跑不掉。饿很短哎、欸，饿啦，用饿啦、啊。我们等一下没有，我们等一下是。晚上的时候，大家有跳跃提升哦，这会跳太高，对，好高哦，太好玩了，玩，故意太痛，就故意不跳再打你。我们玩那个合体，有没有？你都可以直接跳到上面去，哦，好哎、欸，我直接跳到地图外嘞。但是对，就是如果会跳到地图外，要小心哦，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这样跳的，就不要跳出去，好跳出去就直接算死亡哦。好好直接被 ban， 只要超出地图啊，就算死亡哦。好，那可以多发一个那个击退棒。击退棒，干嘛？打出地图外哦，别跳起来飞出去了。不能跳地图外哦，啊，狼人可以知道彼此啊。好，三个狼一样，一个怨灵。好，哦，只有晚上的时候，他就晚上我会给60秒的跳跳。好的，嗯。那就走起，走起，对，好玩。我是好人。你红包多少钱？你红包有多少？哦，是86块。遗书。啊，我的红包。对话框打开可以看红包。啊，我的红包。他告诉你说你获得的红包啊多少钱？你得到多少钱？我没有红包哎、欸。哈，那你就是狼。那就是狼。哦，狼人没有红包。我真的没有、欸哦、那个没红包是那个怨灵啊，对不对，迪路？哎、欸，我有136块哦，还有、哦、有啦，那你有啦，不是每人100块吗？你怎么那么多？对啊，对，我就100，为什么你这么多啊？你好人呢，偷别人36块，你是偷别人的钱对不对？你是坏人，他偷别人的钱，够吗？盗刷谁的信用卡？够吗？不然你钱怎么那么多？票这么多哈，偷来的啦！哇！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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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是狼是不是？这还可以进大楼里耶！哇塞！我想要进大楼里，真的要跳出地图外了。那你就会死啊！你可以跳，我期待你跳。哎哎哎！等一下这个地方接近无底，好像。可是还是，那竟然是死了。朋友，哎呀！哎，砍一下，砍一下。哎，你跟他唱一样的啦，呱呱国，呱呱，呱呱呱呱呱，真的吗？下面有个坏人，坏人，真的吗？你刚刚应该要砍我才可以证明呢。那个谁啊，迪叔是猎人啊，他是好人，对吧？我只是猎人而已，砍我小宝。小宝，你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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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怕他、啊。小雨就是你啊，刚刚这次就只有你耶。什么我？我躲起来了。
杰克，杰克，你刚刚说很难追人，还是你？不要我，要我？我觉得是查理，我觉得是查理。我也觉得是杰克，不是我。我刚才求福利，我刚才求福利。谁？到底是谁？我是人鱼哦，查理，我真的人鱼哦。你怎么直接？查理，你为什么人鱼还要砍？杰克，你怎么直接？可是他骗我哎、欸！他是人鱼，他是人鱼，他是人鱼，说不出来，你还是说不出来。那你是什么？我是女巫啊。啊！女巫是我，女巫是宝宝，女巫是宝宝，漂亮漂亮！啊！你看那个反应，好呀！我刚在找怨灵哎，哦哟！哎呦！杰克是不是怨灵啊？杰克不是不是不是，那你是什么职业？杰克不是怨灵，杰克是很有趣的职业。繁星是坏人，你给我过来！你就是坏人。那我要讲了哦，其中一个太空人是怨灵哦，自己找哦。你们自己找哦，其中一个太空人是怨灵哦。要互相伤害吗？来呀、啊！oh, 我保护你。哎，吐！吐钱！我讲哎、欸，而且我要讲一下哦，狼人看不到友方是谁。你没有开到，你没有开到，所以我不敢乱刀。哦哦，我可能按了两下，对不起。没有，你刚关到那个剩三个人不会发光。对啊，我玩错了，所以我才刚刚在想说要不要直接讲，还是哦，巧克力哦，都在雷。我看巧克力，我看巧克力。你看，你看，不让我来。哎呀！我就还有半年，我一对，我心里看吧，在杀我，而且乔克阿哈基对不起。哎、欸，我讲一下，哈基不穿衣服在大楼里面跳来跳去，因为你知道大楼狼王把我拉过去说，这个狼应该知道我就是那只狼。对，他结果他遇到你，遇到反派，你在原地跳，然后那只狼冲过来爬。我不知道。欸、而且我刚以为走出去的狼是诈欺师，因为想说里面有人为什么不刀诈欺师吗？我就往里面砍了、啊。而且我刚才看到那个杰克好像有穿装哎、欸，所以看错了。看错没有？没事，刚刚是吸掉我的妆，然后再穿吧。我是我是我吸掉的妆。哦，是不是，我觉得是那个杰克那个 skin， 然后他发光透明，然后看起来很像是有穿装的感觉。原本想说，哎、欸，奇怪，那个团团应该是诈欺师，后来看，哎、欸，杰克会不会也是诈欺师？想说，问到，我想说，你说杰克是好人，我想说，那我就直接先投了，我这应该还有力。有狼人知己之笔打开了。抱歉嘛，给狼更厉害，还有开魔狼，好，哎呦，狼还可以去查验哦。哎呦，梦狼也看一下啊。哎、欸，不过讲真的，不好刀，那很难刀哎、欸，最快刀，跳来跳去很，跳来跳去很难刀。那个跳就只有30秒，好不好？好耶，可以，好，这样剩下一半时间，你们就可以加速追。啊、还是他有办法改成跳有次数啊？可能太难了。好吧，没有，我问迪叔，你是狼？我是好人。迪叔是狼，迪叔是狼。没有没有，因为狼是宝宝。没有，我不是啊。迪叔，你刚刚说我是狼吗？迪叔，你怎么知道我是狼？应该是恶灵吧？没有，我刚刚说你是蝴蝶。怎么了？什么团团？蝴蝶。你知道团团怕蝴蝶吗？你还在团团面前提蝴蝶？对啊，可能他更讨厌波妞哦。蝴蝶啊，波妞，他也讨厌吉娃娃、哦。猪怕蝴蝶怎么了吗？我要单票挂底。我同意，我们去票他。我票他。那感觉预言怕蝴蝶，那感觉预言家不用查黎叔了。我们过敏。我想说，我国中有一个同学，他也超怕蝴蝶。是啊，蝴蝶很美丽，为什么我被通气啊？你讲到禁语了啊？对，真的禁语，我真的打不了你了。蝴蝶很烂，好不好？蝴蝶好，可以可以。呛爆呛爆！天哪！谢谢大家，我是预言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啦啦哩啦哩啦啦！
哎呀，保护保护保护！哦，杰克，你是那个哦？哦，对，我跟你还有杰克，慢几慢几。二零别走了，二零二零，二零别走了，没事啊，没有跳提升，跳不上来。二零二零，爬多久？快，二零很凶哦。爬多久？二零要多久 ？Somebody help me！ 哦，二零跑，二零跑，二零跑了。没事，我们在上面追他。啊！二零，把他抓走。哎呀！哎呀！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一个在买东西的。可是我不确定他是狼，但204，204哦。刚刚谁在买鹅啊针之类的？我刚买了一块。204是关到麦了。二零，怎么不讲话？害怕了。二零，这是忍者，这是忍者。他忍者啊，他跑不见了。跑不见人了。我以为在旅馆啊。二零在哪里？对偷偷跟我说，啊、我不会关有 ID 耶、欸。我在那个树林里面。树林里面。树林的反方向。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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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那里。那个不是吗？哪个？哪一个？哦，那是杰克。还有一个 ID 啊，还有 ID 啊，顶楼，顶楼，顶楼。你是墙顶楼，我顶楼是我。哦，没了。是巧克力啊。他是蹲下了。外面超高，蹲起来了吧？二零在那个中间一条线，那个马路这边不是有一条线？哦，看到。天线可以走那边。哦哦，过不去了。嗯。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二零，早就秀出你了。二零，秀秀。哇，死三个！哎、欸，还有怨灵呢，怨家还在吗？欸、对啊，我怨灵不是，我不是查了吗？哦，对耶，对啊，很好，一出就还是被盗了，你知道吗？老天了，丁宁，你这个还想假装，还想演？卖个伙伴，保护，保护，你有没有保护了？你干嘛？保护一下，我这边，哇哇！你跟着我过来就没事啦，我就活着了。啊、我觉得剩你了哎、欸，走了，我们去打巧克力了，耶！巧克力呢？你们怎么都死了？啊，波波就砍我啊！我被包夹了。不知道，他刚好在这边，可是对啊，我刚刚也是看他跑了过来这边了。我是来自首的，我是来自首的，对不起，对不起。耶！他说你要不要成为狼？你把他打死算了。哎，你们三个把他锤死吧！你们三个把他锤死吧！锤死！谢谢大家，我的好爱。他小胸口，我一开始是他的小胸口。猜名出二零是狼，结果没有用，没用，没用，没打到。我刚想砍 Bobo， 时间到了，太难过了，挑战跑到最上面。对，狼还是太强了。那个至少梦狼要关掉啊，至少梦狼。梦狼可以，让女巫可以做事。我找不到做事，我找不到了，我就被包夹了。结果迪叔你真的还是坏人。我做不了事哎、欸，我下一场开场不说话了。那你就是狼了啦。二零三个全都是坏的啊。没有，我是好人、啊，我是好的、啊。我后面才杀人，所以我是好。我等下直接票多哦。哎，太多人要票了，你太多人要票了。那我可以拿三把刀。那你要跟队友先拿三把刀。要先会你的队友啊。那对刀子要不要换锄头啊？怕队友发表剑气之类的。对啊。那我们现在不会有那个问题，好像啦。连灰好像还是会。那波波来，我们试一下。试一下。啊，等一下换镰刀。嗯，这房子以前不能进来的都可以进来嘞。他有些有更新，他现在有开心的宾馆就可以开房，开房。他现在开房，宾馆本来就有啊。没有没有，宾馆之前不能进、啊。宾馆最一开始的时候有啊，可以啊，之前小燕玩的时候就有了、欸。宾馆去好像很久了、哦，三四个月前可以去。对啊，就三四。他已经开幕很久了。对，他之前是关幕的，现在开幕了。嗯、现在可以开房间了。现在可以。
我不要票宝宝了，我要票宝宝了，我觉得不舒服。他说票的、哦，所以我才票他的哦。跳跳是没有跳了，没有跳高高了。跳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会发呆。啊，这人为的跳，就跳跳，我就跳。还有20秒，小雨，我相信你哦。好，跳跳，我来这里，跳跳，这还不错，这也还行。我不是跑到庙那里去了。啊，哈利路亚！我要走了，很糟啊，你知道？哎，哎呦呦呦，你小心哦！没有跳了，没有跳了。我这个，我这个。下面总感觉打起来。嗯。还打怨灵是不是？好人不打，只是怨灵，只是怨灵。还打怨灵，有一个狼在打怨灵，有一个打狼抓到怨灵了。哎呦，我想是谁？我们一票。快说！太空装了，他在那个房子里。太空装了，又是太空装。我讲，他既是狼人，他既是狼人，他既是狼人。是狼人，团这还是谁？那个有太空装的。好，我讲，我讲，我是怨灵，我是怨灵，他既是狼人，先跳掉他。哈哈哈哈哈！我可以让预言家刀干什么？好，然后那个我刚刚看到那个扎瓦鲁的时候 ，Bobo 停住了。哎、欸，快点、oh,，Bobo 快飘飘飘飘进。哦、oh.，Bobo 也是。Bobo，二比三，二比三，不了了，也不了了。哎、欸，保护好我啊！哈哈哈哈哈！你知道我要跳上去都是被打的，对。我跟你讲，他想跳上去打巧克力，我就在底下一直把他拍走，拍走，拍走。拍走！你说你在干嘛？谢谢你。我在逃命啊！我怎么要上繁星送西天？什么东西？不要上。他查章啊，上西天就好。我想还有还有扣打，还有扣打。嗯。你查我，你会被刀，你要小心哦。Jump！ 对啊。Jump！ 人老了。哎，这是谁啊？你等一下，干嘛？你是宝宝对不对？给我信号。没有宝宝，宝宝不是，那不是给我一个信号。宝宝刚跑去追你，是不？哦。快跑！完了！快跑！快跑！小兵不跑了。完了，那个边吃个鸡排，吃个屁完了。啊！杰克死了，完了！哇！就波波，波波真的是啊，对啊，是啊，没错。啊！你这演完预言家了，预言家，我觉得你快死了，你还是做该做的事啊！哎呦，他快不会死掉了、啊？等一下，我觉得原家是不是死掉了？迪叔死了、啊，迪叔他不是原家吗？对啊，啊，死掉了。那这样子就只能先抓那个啦。对啊，宝宝上楼了，宝宝上楼了，宝宝上楼了，抓，嘿，嘿，宝宝要下去了，宝宝下去了，河道河道哪里呀、啊？河道往福利熊的河道，往福利熊的那个桥，他快过桥了。福利熊啊，对。一个狼，一个怨灵啊！快点，看要抓谁啊！快点，我先抓怨灵。在跑，可是感觉好像你们不用出去也比较好，有没有？对啊，反正就二选一嘛，要狼死就喊怨灵死，对不对？我觉得好像可以耶，这样好了。我把波波锤死，你给我过来。你先追得到我，我刚得抓不。啊！这什么？你怎么这么快？这什么？我是要锤死你了！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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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旁边是小雨嘛，对不对？对呀，那就是二零啊，剩下一个是二零，又是二零啊，又是二零啊！你要死了，波波你要死了，是吧？对，那我们要留到二零，要对二零要先留，快跑啊！二零留下我们呐，对你是好的。哎，晚上可以拍死人吗？拍死哎，对对对，又忘了又忘了，跳跳跳！哦，你这是要手动跳的。很手动开启，对啊，手动开启，跳跃多少啊？感觉有力。花房暴雨的海是在等待，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哈哈哈新歌哎，可以哦，你要唱哪一首来改编的？那个啊。狂风暴雨的海底在等待。二零二零，你要先找繁星呐、啊，不要来找我。我快要被
你杀掉、哦！可是他很缓啊，他没事啊。他跑到别边了。他在福利熊，他往福利熊走。哦哦哦，好。他在福利熊。你紧张很久。我很怕，我看不刚看不到、欸。你们躲好吧，不然你们要输了。哇，这个怨灵是好怨灵吗？我的天！啊，既然那么好，就留着吧。快快快！不行，快快不行啊！我们又不能先把恶灵投死。快啊！快，你带我去找好了，你快点，可爱了，快点带我去找好了，我给你信号了，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感受到？给你信号了，好人跳下来，我出去，我被关注了，两个高那边吗？二零，快点，20，世界外了，20，你要不要干嘛？20，你有毛病吗？20，不要打他，20，团团，这里水，团团后面，团团快点，我快点，救我，不要，救我，你们快跑，快跑，这边有屏障哎，对啊，这有屏障，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怨灵，你是个好怨灵，我是个好怨灵吗？你是最棒的，你快跑，那个在跳的快跑。大哥，冷静啊，大哥。二零，你别再追了。二零，真的打那个。猎人有没有猎人？猎人死吧，死了。二零，我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了。你现在还有这样，我刀你哦，二零。你是猫牌货。快跑快跑 ！Hello， 哎，哪一个是他？我看不出。桥上那个，桥上那个。哦，走桥上走很慢的那个。对。我走了，我走了。快走，你快走。二零腰斩。看，他在过去了，过去了。要啦，二零。我刚唱那么一首好歌。树林区。哎呦，树林区。去哦，好，我要坐车过去。我坐车，坐车过去树林区。坐车到树林区。哎，他刚在这里啊？哦，在这边。哎，不是，在巧克力。那是我，我刚也来这里追他。哎，他在另外一边，他在河那一边。我看到了。树林到了，下一站树林到了，树林到了。哎，是不是你吃到？你还帮我吃了，你帮我吃了。哪里？我刚看到在。那个广告牌旁边那边，对吗？哪里？他是说躲去哪里了？他是躲起来了。老地方，他老地方在哪里啊？老地方，你跟我躲起来，我们自己人啊。那个楼梯那边蹲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楼梯蹲着，二零，别蹲楼梯了，你在哪？蹲楼梯这种变态的行为，我这个变态吗？好，哦，来不及！你怎么觉得变态？是因为你做过啊？哦，这也是蛮……嗯哼，啊，我看到他的嘴那里，天哪！哦，我刚看过这边。什么？放过你，让你追人家？哦，小心，小心！我还好。全身我可以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因为我最美歌喉的人 ，Hello， 他要停下来了。我弯弯好，停下来。讨厌这个歌词，跳不起来。讨厌这个，你是不是嫌太难听？我很难歌唱歌哎，没有太好听啊，让我那所以要不要来一首爱歌曲？他往福利熊那边走，往福利熊那边。好。你们从左边抛过去，好，包水饺，包水饺，包水饺，哇，包水饺，包水饺，通气网，通气网，来了，来了，那很会跑哎，我的天哪，真的，真不是200，你当几场狼了啊？200很多哎，200当靠狼，他是每一场都是啊，每一场几乎都是，我也不，树林，他跑到树林上面，跑到，他想跑树，他想跳树，树林。丘拿区哇！哦，我看到了，他在丘拿上面。丘拿，丘拿啊！丘拿，树林呢？还跳下去，还跳下去了！他又跳下来了！不要啦！树林太会了！不要啦！真的好会跑哦！这是好会老地方哎！你要去老地方了哎！这是马来西亚队跑的，跑超级追不到，怎么那么会跑啊？你是超级了啊！你是超级二零跑者。
跑几秒？你没有票跑啊？票到了，票到了，票到了！哦，你怎么跑的这么快啊？咻！哎，我最后没丢到。哎，等一下哦，请说。我，哦，对，没事。你要干嘛？等一下，我你。好了，没事。赵老人还有什么想说的？还想要演？我那时候完全相信你，吓死我！因为我是魔狼，我查你，他是写狼人哎，这样是对的吗？啊？因为他是巧克力炸鸡师啊，炸鸡师，那就对了。可是他不是会显示他的职业哦？也是啦，好吧。因为你们知道他是狼人的。你那边的资讯是他是狼人哦，所以但至少就是你还是不会知道我是炸鸡师，嗯，就是臭狼。对你就是臭狼，是还想演呢、啊？他第一天在那边上屋顶上面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当然要演一下，在那边骗坏人，再来，我们希望也都可以遇到好的怨灵，繁星都是好怨灵啊，为爱奋斗太好了。刚刚小雨跳到一个。干嘛呢？对呀、啊，我跳到那个便利商店后面那一块，走不出来。我觉得今天好难活着哦。你固定有谁？啊？没有我了啦。那你为什么要觉得很难活着？因为哈基又敲了我一下，让我很紧张。哈基又敲，他是吸你吓死啦！他吓到我了，票他，票他，啊、他又吓到我了，他又吓到我了。是狼，这个叫声好愉悦啊！坏蛋，你不找洋葱是谁敲你，我们才可以保你啊！他可能看你那个、啊、熟了没啊？嗯，反的吧？不对，不是哎。欸反了，真的反了，真的反了。嗯，哦，李你又是狼了、哦。嗯，哎呀，哎呀，反了，这谁呀？哎呀，哎，哇，我们被个刀了。哎呀，哎呀，迪叔刚刚追你的，不就是哈记？所以那时候也是哈记。哈记是你吗？你不要拉高高，哈基是你吗？干嘛？你有毛病、啊？给我点讯号。妹妹别这样哇哇。快跑！哈哈是怎样啦？这首歌是改编版的，是不是？我真的要气死了！对杨妈妈尊重。只能闭嘴啊！笑死！太坏了。欠揍！阿基，不是我、啊，我在打龙呢。谁啊？你在打龙呢？打龙哦。对啊。我最近好卡、哦，为啥？谁？阿基，那就是你。不是我。哇！是吧？不是。是吧？我刚看到狼往两颗狼往这里。我有看到，繁星你是什么？走太快了，你什么？不告诉你，我应该问过你。坐一下了，不告诉你，你查我啊，你查我你就知道啦。我问你就可以知道。比较有比喻哦，比较有比喻哦。来啊，跳下来啊，迪叔有种你跳下来啊！哇，那么迪叔是好人，迪叔真的好人。迪叔推我一下，好，打屁股，打屁股。你在打谁？你们在打谁？你屁屁好小。哇！这讲什么？我的天，屁屁好笑。哎、欸，为什么房间被票了？这是哪里呀、啊？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欸，他死了、欸，没有跳跳。哦，对不起。你有被狼追，我很害怕。Jump jump！ 波波就来，我帮你们杀了一个蜜蜂。哦，所以猎人棒棒。猎人棒棒，猎人棒棒是什么？猎人棒棒，猎人那，不要过来了，这里有洋娃娃哦。这是什么威胁的方式啊？啊，洋娃娃给你看的。洋娃娃，不要过来，我会消失不见。
那安娜贝尔出来，很恐怖。吓死！吓都吓死！哇，你拦我了，谢谢。恐怖死的，在树林，在树林区。这是树拿，树拿。你要买火车票了？等一下。哎、欸，这里怎么营造你这？你们这边，你们这边是世界外哦。哎、欸，你好厉害！哎、欸，你们真的不行啊、哦！谁还没出去？还没出去？还没出去？出去还没出去？出去才是世界外。所以你们跑到哪里啊？我们还回到界内啊，我们在界内啊。跑到刚刚那个小雨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小雨的地方在哪？我其实也不知道哎、欸，是不是？那个在遍地上天后壁。哦哦哦呀！我是不是不小心从大楼上摔下去呢？你们很快哦。哎呦！我不是故意的。他旁边还被屏障挡起来，挡起来，对，很快、欸。你要想啊，如果你在这里，有没有狼也在这里，你就无路可去了，你就直接死了。干嘛？哎呦，跳跳，赶快离开哦！离开哦！离开安全区哦！毒圈哦，这里毒圈哦，圈来了，圈来了，毒圈啊！我后面，我快点过去，你都不跟我讲啊！来了来了，洋娃娃。洋娃娃，他送，他送了，他送了。哎，你快走，你快走！真的越来越会嘞，他那个唱歌，我的天！其实歌声我给100分。对，好扯哦！完了，洋娃娃结束了。可以听十遍。我的天，这样？还下面还在下面？没跳跳啦，上不来了啦。对，可是你过去的位置是又是怪怪的，还好这边杰克救了我。哦，场面上这两个狼啦，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是好人，到哎、欸，好难哦。哈哈哈哈哈哈！啊！掉了，但没关系，我至少投了他。哈哈哈哈哈！这个是谁啊？二零，二零吗？好，我好人。为什么？你好人。我好人，我是不是？我好人，你好人吗？那就是转团的吗？没关系，我那你听我说，你宁愿包巧克力，我宁愿包巧克力。礼物比你有用啊，礼物比你有用。没有，哎，他坏人，他坏人啊！我还特地走过来跟他。你不应该走过去的，对，不该走过去。我想说安抚一下他的心，安抚他的受伤内心，是不是？他有受伤，我觉得有可能是团团，你为什么要追我？没有啊，啊，我男生听起来很有，听起来超有的，你很勇哦，很勇，往上飘，哎呀，我是我，他在空中。我在天上飞耶、欸！空中怪人，什么空中怪人？空中怪人，讲我讲清楚哦！我说你怎么这么靠近呢？有那个啊！哦，你这个神拉哎、欸！嗯、哦，拉走了。这个，我是 MVP 练，真的不是啊？这样啊、你们等下票我吧。在晚上后来叫不上去，太难追了。对啊，追了追不了，没办法。你们票我吧，你最棒。没办法，那个女巫都已经读了那个小雨跟二零了。魔法豆，魔法豆。哎，那个我们约在那个桥上啊，来来来，我在桥上啊。桥上面交，桥上面交，面交，面交。哪一个桥上？好，走错桥。他真的面交，他真的面交，真的面交，真的面交。哎，不是，我的二零，二零，哦，还有怨灵哎，对呢，对，还有怨灵啊。哦，所以果断赌，所以才说宁愿保巧克力，不要保二零。坏二零，坏二零，坏二零，我还过去安抚你，坏二零，可恶，坏二零。惊险惊险！而且那个猎人真的是，我每次拉都拉到重要的，好不好？对啊，
一次拉我，然后又拉底数，然后又保又拉我，太强太强，太扯太扯，超猛，夸张夸张。哎，诈欺师一开始就被女巫偷走了。我还在帮你观察到底是谁。我那时候我就看他两个穿衣服，所以果然你也是有穿衣服，所以害我。我有穿啊，我在后面。可是第一个撒花龙，你知道吗？他定的时候，我看到其他人定在空中，然后我是掉下来才停住，然后我就假装我自己不动，我没有动，我没有动。看到你们要试图装，你知道吗？对呀、啊，你演的太像了，也把我给骗了，连好人都演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要那个次数限制吗？嗯，我不用跳了，不用跳了，跳不跳了？嗯，六个猎人，不跳了，六个猎人要变变，哎，那什么拉拉拉的，变变变哇，是要拉拉拉。我们这个是蠢蛋开启了，我不敢拉了。六个猎人，三个狼人，还有一个村民。哎，六。九十个人呢、欸，村民没有了，村民，村民，那就不需要村民。啊，我们有六个猎人，三个狼人，好不好？所以猎人不用担心、啊。你看，你晚上连定六次，六十秒就过去了。一人定十秒，定了六次，这样是几秒，宝宝？这样是六十秒。六十秒、啊，你也可以尽量拉人，好不好？拉过来的。啊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拿到好人。我就先试，先试定的看看、啊。对呀、啊，先试，就来看看这样会如何。说不定你拉过来也是个蠢狼，有没有？机会，感觉很刺激哦。嗯，那我们就来雪地。好，好，走起。我是聪明的猎人。我是猎人。大家都是聪明的猎人。聪明的猎人，你说我们笨，你笨笨的，没有说我，你说我们，你说我，没有，他说他跟你啊，没有，我们不是二人组，撇清，撇清，所以你不想跟他，所以是，对，那是什么意思呢？世界的嘛，大家都很棒，我最蠢，好哀伤，波波在情绪勒索，我没有情绪，情绪，好好说话，情绪勒索，你看，你看，这样迪叔不是笑嗨嗨了吗？哎呦呀，哎呦，奇怪的东西，多好哦，可怕了，走起来喽，哦，我是真的，你要每个人都拿阿鲁豆就。我就就是分段使用，段使用。啊！迪叔死了！哎呀，迪叔，迪叔是蠢的、啊，迪叔是拉了拉到狼了。哟、哎，狼也可以演哦，有没有？狼在演说猎人是真的，不知道。哎，你看狼人就会演，然后猎人就以为他是真的，真的。没、欸，我想问一下哦，像你们的。应该不会每次去按拉人吧？这个地方好像很厉害呢、欸，这个地方很厉害呢，很猛呢。哦，这是小雨哦，不是雨月哦，看起来超像雨月的啦。你是心想的雨月、啊啊。这个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好拉人在干什么？谁啦？阿姐，你底下有一狼。阿姐，你底下有一狼，我已经被拉走了。杰克，你真的是好了吗？我是好，我刚才被团团拉，可是他死了。那你有可能他把你拉过去，你刀他？不是，他底下有狼啊。所以我是好的，我是真的。啊，你是聪明的吗？可是我不知道，我刚刚感受不出来，我到底聪不聪明。哎呀，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是什么？我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蠢还好的、欸，我不知道啊。那你是不是嘛？我是 Bobo 是狼，我确定啊。哎、欸，是我啦，我刚啥都没事、欸，我刚就看到你飘 Bobo 飘 Bobo 飘 Bobo， 哎，繁星飘我，哇，你啊，你怎么都一造型超乱，对啊，超乱的、啊。
哇，对不起，繁星。好，繁星有没有？哎呦，就是繁星。哦，就说不是我了哦。是宝宝，是宝宝，就是你。就是小雨刚转头的时候看到你，你到底是不是狼那个？就是他，那个波波跟二零，波波跟二零。我很尴尬。我是他，挺聪明的，他挺聪明的。好，我很聪明。再给他一个。哇，集合了！你是好，你是聪明的吗？我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让，你不要让，阿爸，你快，你快！他们这场好像没有蠢怨的，对吧？蠢劣了。我记得是聪明的啦。刚刚那个定人没有，刚刚那定人我跟你一起用了。哦，好像是哎。对，所以不敢保证你别逆乱。可是我刚刚拉哈记，哈记是好的啊。哦，好，那应该是，那也是聪明的。哦，那我吓你们喽，来喽。哦，害我们啊！三个聪明的彼此紧张，在底下。来蹲啊！有什么想说的？彪彪，知道我吗？躲起来了，好吗？我也不知道你妈在哪。我不是叫，我看到了，我走了，来吧。我要，波波在中间。哎。好呀，我不要先遇到我啊！你要票谁啊，波波？两票，前前后后，二零和左右右，二零太崩溃了吧！等一下，你不说，哎呦，我说二零在这里，一起，你不说，你们我还不晓得是二零，打后面那个吧，傻眼，二零冲啊！把后面，不要跟。谢谢。哇，你谢谢了，可以了，不错，好了，不错，不错。你们先定，先一个。我先。哎，二零走不动了，二零。天哪！二零可以动一下，真的，不用怕。不用演。我知道你是二零，你是聪明的吗？我都还没有杀过人。搞到底是蠢的，是不是？好，他动太快了，他动太快了。我想要验证一下，不行。你跑对角吧，你可以拉拉看啊，都没有狼犬呢。狼犬，我们都发疯，代表你是真的。你少在那里，我用过杰克森你了。哎，是哦。因为我晚点定。我知道，我只说是你的定。你啊什么？你在啊什么？发自内心的啊。你需要吗？我要跑了！哎呦，你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他在哪。他在那个左边出去那边，冰河左边出去那边，温泉会馆。二零三打一，不要再坚持住啦！我们都是聪明的。来啊，来对决啊！派一个对决啊！树上！哇！对决啊！对啊，你跟我后退，哎，这场好像没蠢的哎，这场没蠢的吗？没蠢的，对，好像没蠢的。那我们打吧，大家都那么聪明，也是赢了。因为迪叔是我趁刚好解除的瞬间马上 P 掉了，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对，也许我是蠢的。对，对啊，有可能是只有迪叔蠢啊。差不多25%而已嘛。然后团团是跳下来让我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说他是人蠢吗？我们下次见拉拉看嘛。团团是好的，他是聪明的，但是他自己玩自己。有吗？没有蠢。对啊，所以蠢的，所以很难玩。25%没有太强了吧？大家都太扯了。这个是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25%哦，不是？对啊，对啊，对吧？他都那么聪明，我天啊！聪明哎，天哪！哦，大家都是聪明的好孩子，好强哦！我们用那个报名脸来避免问题，没问题。聪明的哦，聪明还是蠢？再来，我当乱源，我乱拉的。聪明，因为刚刚狼人我没有可以拉的东西耶。有人当狼王吗？狼王才可以，不是？所以我们刚刚狼王是谁？二零，那我们每天会换吗？第一个一天是哦。不是我都没当到、啊。嗯，说就拉一个玩玩看，快拉过来，看着他。你是狼？
李叔在哪里？啊、他说怎么又是我呢？是啊，那个拉面馆问题。哎，等一下，他有问题，他有问题，真的，他不会说。李叔，李叔对，我知道。我单挑吧，李叔，远离李叔哦。巧克力草问题，他都今天都很和平呢、欸。对耶，要出事了，要出事了，来了，李叔来了，人生终结。今天是很和平，对啊，今天第一天而已，当然和平啊，因为一天都和平啊。对啊，李叔要杀人了，小心李叔，乖宝宝，小心李叔，我先扎起来，扎起来，扎起来，夹紧吗？哎、欸，他们都在动哎，我是不是蠢的、啊？没事。哎、欸，有停吗？啊嘿嘿吼。啊、oh, 耶、yeah, oh. 晚上问的彼此说轮流用，然后在白天说，这样感觉比较好。哎呦，呼呼呼呼，哎，呼呼呼，这个什么叫脱臼了？哎，哒啦啦啦啦啦，阿贝出事了！你等下拉我，你等下，哎呦，轮流定，轮流定，阿贝，阿贝。就是啦、欸、所以你刚差点死哦、喔、对我的蠢啊你又被拉走了我定我定到了我定到了哪里哎屋顶好像有一个那个黄过头成功人巧克力成功人巧克力真假的，巧克力在哪？真的出事了！巧克力，阿贝真的出事了！阿贝，巧克力，我刚刚转团，然后到那个竹林，他记得后续。等下，巧克力在哪？巧克力在哪？在哪？我在你心里，我知道，我找不到。假西龟啦！假西龟啦！宝宝，你就记错人了啦！宝宝，你怪怪的，你会后悔，怪就是你知道。打波波，打波波，真的是哈基，真的是哈基。小雨、波波、巧克力，小雨、波波跟巧克力啊，三个。对，是，就这三个啦。你想讲什么？来，是吗？就哈基。你用你的身体已经证明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的？对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这是我的感觉。没有你的感觉，我觉得。哎，你们过来，你们哎，我弯到了，弯到了，弯到了，白痴哦！哎，拉的瞬间，请大叫。跳跳 ，jump。这样，嗯，完了，我死掉了，我死掉了，真的是底输啦！什么呢？啊啊啊！把人交出来，底输！我定了，底输你太狼了，我整个闻到你浑身狼味，秀秀秀！真的假的？想吃狼肉吗？想吃，想吃狼肉。这个发言怎么觉得有点拉了？还是臭狼？这句话很木讷，跟他怪怪呢。怪怪哦！晚上怎么那么久？哎、欸、哎、欸，你快！这个，快跑！跳！哎、欸，你又想拉了，又想拉了。哦、对，没有，我错了，我没有拉人，我脑袋钝了。我蠢的、啊，我蠢的。是，等等。哦，蠢的，难怪你刚刚打不。我两个都是他欠我啊，都是传人哎、欸。在哪里呀、啊？他都传的，二零好的，知道啊？没有，我刚看是你被传呢、欸，波波，我看你是被传。波波，是我被传吗？因为他们有一个蠢的、啊，蠢的把你传过去，你就直接刀了。哦，谁是蠢的？二零蠢，你不要乱传哦。二零尽管传，没事，我挺你。我是蠢的，真的挺你。那你不要传哦。好，传，传哦，传，真的传，不然就是压秒，压秒票人吧。哎、欸，我们。集中就好了，找不到人，我们集中就好了。他们躲起来啦，躲起来了。我们要集中营吗？好好讲话，好北宫威。那他们三个应该也是窝在一起啊。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是窝在一起、啊，然后就把一个人拉过去，这样集体霸凌。三个人拍拍跳这样。对啊，他们在桥上。桥上两只，快走。啦啦啦啦欸、我定了一个，他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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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鬼？
哎呦哎呦，我也想当个聪明人。多吃点西瓜，多吃点西瓜。好，要坐哪里？聪明瓜，聪明瓜。哎、欸，怎么是你过来啊？对啊，可是我，你也会传到笨的东西哦、喔啊。可是我没有那个啊，我没有笨笨啊。欸、你没有笨笨、啊，你有武器吧？你有武器吧？有啊。哎、欸，那这个给你会怎样？好、啊，行，等一下，先躲起来，躲起来。耶，后面好像是蠢，你怎么会传他、啊？嗯。不是他，波波刚刚是他传到我旁边呢、欸。小雨在当空，小雨在当空。好、啊，山上的当空，山上的孩子。我们得去自由，小哎，何大出好出好，哎，绿宝石绿宝石，煤炭煤炭，铁矿铁矿铁矿，包过去。哎，碎啦！来了，再继续，来，乖，温泉旅馆，温泉旅馆。嗯，温泉旅馆在哪？不跑，哎呀，删掉了，删掉了，没救了，没救了，丢我们脚都票都没进。来，我在温泉旅馆。他应该没有，不是他们还有其他票，我怕怕。对，好了，啊，都票，真的是，死掉，没救了，没救了。他们在另外一边，他们在。你赶快请求你有传人的。我有。好。好可怕、喔！好可怕！他没有先攻的决定权。传到聪明的，他往右走了，往右走了。哦，我帮你，我看到了，看到了。太难了，天哪 ！Help me！ 传到聪明的，传过来一瞬间，他就使用定人。来，笨的，你不要乱来啊，笨的。对哦，我很难分。哇，你逃得掉吗？没事，我还有。哦，好。哇，太多了。哇，太多聪明人了吧？对，狼一定要在第一天的时候狂刀。哇，现在死两个而已啊。嗯，两个，其中还有一个是狼，还有一个是狼。哇，快跑喽！嗯，为什么听到开门声？哎、欸，有问题，我们应该不会开门的。你们队友自己开的。BO 在哪？ BO、哎、我看到，看到，团团合道，团团合道。BO 没了，被尾随了，没救了，被抓到了。团团有看到吗？好，没救。哎，巧克力是好人，他有票宝宝，巧克力是好人，好人，巧克力是好人，误会他，打我了，宝宝，我打死，你把他打死吧，他晚上不能做事啊，打死你，哎，巧克力是蠢的，他蠢的啊，哇，对，没有，巧克力是好人，他是好人，等我们一起逃命，我杀了我自己，我在他面前跑好了，那时候二零是蠢的，然后把我传过去，我大开心，见猎欣喜。我按错掉。哦，就剩三个人最蠢。我的天，不行，我觉得练五个，我觉得太多了，太多了。其中会有一个人，我们全部九个人里面最蠢的村民。哦，好哎、欸，好可怜哦，天选之人，我还以为要混炸鸡丝呢，什么都没有，看看谁会是那个最 QQ 的人，好，就是包包，猎人霸凌游戏，哦哟，哦，白痴哦，哦哟，哎呀，村民报名班，救命，怎么可能会有两个村民，他们一定有问题，哈基有问题了，啊，哈基雨了。阿奇小雨吧，我很会演哎、欸啊，小雨很绝望哎、欸，有他很绝望哦，他是蠢村民哦，有感受到我的绝望吗？然后他就在那边假绝望，怪怪的哟、啊，哎呦，阿奇你太晚了，阿奇你太慢哎呦了啦，阿奇你怎么还在爬？有哎呦，哎呦，你很薄哎、欸，有哎、欸。等一下，猎人可不可以尝试拉拉看一下？我卡住了。好，
卡住卡住了，他是不是狼人卡住，请猎人帮忙拉？没有没有，我卡住了，我出不去。是想骗人？没有，想骗拉，想骗拉，拉。你卡在哪？为什么会被卡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谢谢你，谢谢哦，我拉到了，还真准。谢谢你。上面好多太空人哦，所以我是真的喽。太空人啊，我们当然要飞啊。跳是谁？哦，你那边两个卡住哦，那边两个卡住哦，卡住哦，哎呦，那两个卡住哦，卡住卡住，没跳哦，那两个没在跳，看到了，救命啊，救我！全部喷出来了，全部喷出来是什么东西？什么？救命啊！哎，我用过技能了。二零，你哎，二零，你卡住了吗？没有啊，我可以动啊，你看到吗？哦。我想说你怎么悬在半空中？我拉一个给你玩，我拉给你玩，拉给你玩，我这个都给你玩。来了来了来了，你放我一把，放我一把，放我一把。哦，碎碎碎碎碎。这给你玩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很奇怪。这给你玩，玄武是谁？是你六档刀。不对啊，你怎么会想跑掉？哦，哈基友。没有，他其实我拉走的，我拉走。嗯啊啊！刚刚中间雪屋还有一个人呢、欸，雪屋不确定哎、欸，小雨也好的，因为刚刚看到小雨已经死了，是不是看错？应该是好的，我刚刚有拉到他。好的、啊，那就剩，好、就是，波、啊、波，好好，波波，就剩波波啦。是我，那波波你刚刚在哪里？波波你在哪里啊？你刚只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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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波波波波，你拉了谁？你拉了谁？我拉了小雨，他就死掉了。那就是你呀。他故意拉那个死掉不能说话的，对，他就宝宝，我是不是看到你了。二零怎样？二零，哎，不是，我在哪？刚谁的声音？没有看错了，看到绿宝石。李叔是好的吗？绿宝石，李叔好的吗？不确定，我是坏人，你才坏人。我们没讲你坏人啊。嗯。哎呀，哎呦，哎呦，你想干什么？哎呦，你那叫母汤啊！你来加要求啊！来，你可以一起看，一起看，他在这里，他在这里，要求贵，你看他想干什么？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为什么在开啊？我想让你一起分享啊，与你好啦好啦好啦，与你分享的快乐。哎、欸，救我救我救我！有没有？蠢的怪圈，笑死！啊，我的天，笑死！救命啊！我去票他们，去票他们，三个人走一起，一定比较强。我也比较强哦！在你后面，好猛哦！我来，超猛哎！欢迎欢迎，加速！再一次，再一次！他卡一下，他卡一下！谁救我？我死定了！不是，我看他真的在空中一直卡。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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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操作，哇！来来来，你，刚才操作好恐怖哦！哇，好恐怖，好恐怖哦，好恐怖哦，好恐怖哦！我死定了！哇！太酷了！你赶快被殴死好了，你赶快被打死吗？我吧。我们三个人都还在啊！我刚想说，你说你拉迪叔，我就觉得怪怪的啦。而且那时候是我看到你有位置，然后跳过去，然后你还拉导弹过来。哦，啊，那你没跳到啊？那我就说，哎、欸，快来看他，快来看他跳失败，快来看他。不哎、欸，好绝望，还好有推到。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对对对对，被追了，拉一个，给你玩，给你玩，给你玩。我很开心，就把赫林看走。哎、欸，这次又是全都聪明的，对，怎么是聪明？没有蠢的，要么蠢爆，要么就是聪明到爆。神秘，这是就刚刚瞬间喷五个扎鲁德，笑死
然后你们原本在那高三全部一起跳下去。我都还有两个人卡住，我有两个人卡住。跑不走啊！腿好累啊！哭的，我拉你直接崩溃。我保你的好身份啊！烂色，正常可以正常。噔噔，看啊！李叔，李叔，我都还保你，对你最好。有，我觉得很窝心。你知道我都要针对你吗，李叔？我知道，我很难过。查也是查你，什么都要用你，弄死你！万总会成佛。嗨嗨了，该嗨起来了，嗨哦！到了，李叔是导演。嗨了。道具模式好不好？也开了，开心模式开，毕竟我们就九个人，好吧？哎，就是全职业开启哦。好，哎，你刚刚说什么？毕竟只有九个人，讲什么？那个九个人模式啊，快速模式不开 ，OK， 蠢蛋不开好了，对吧？大家让大家聪明一点。好，我们才玩过蠢的，哎，没玩到哎，可以一起当聪明人了，太好了。经典城市，哦天哪！走起！杰克，杰克抖 M， 杰克抖 M， 杰克抖 M， 杰克抖 M。如果杰克不是抖 M， 他就是狼或怨灵。对，狼啊，反正都查他，不用。我们上次已经更新了资料库了，通通弄我，通通弄我，哇，通通弄我，查爆他，查爆他。我会全部接受的。可以那个找道具哦，找道具哦，别忘了。找道具啊，别忘了。李叔不要躲起来了，怨灵。我在找道具，我都要躲起来。我有眼泪，我有眼泪。我觉得可以票李叔。你很开心哎，你是抖 M 吗？对啊，我是抖 M。抖 M 名就有人，你还硬要抢？为什么是空的名额？我会生气哦。我两根棒棒哎、欸！哇，这次道具没有 CD 的那个哦，假的道具显示好多、哦。没有假的，没有没有，就第一天啊。哦，第一天。可是之前第一天也是有显示红色的、欸、那是因为那个玩过那张图。那张图哦。嗯啊！怎么是你呀？哎呀！我们刚好，至少代表你是好人。哎呀，有个坏人呐！有坏人呢！我查到坏人了。太快了吧！哪个教主这么雷的？哪个教主？哪个教主？不是吧？啊！你讲出来了，这个，记得要去找谁索命啊！谁要给一点讯号？我可以讲对不对？我是预言家的话，可以先说吗？我怕我死掉。可以啊！黎叔是狼人呢。哎呦！哎呦！那个扎奇是超帅，扎奇是谁啊？帅耶！哇，你很帅耶！外内，黎叔喜拍狼呢。刚刚我看到那我定人，然后那扎基斯直接拿圣剑砍了一个狼。哇哇，帅气！太难了，扎基斯是不是死了？这应该他怎么没有？怎么没有承认？就其他狼被定住。嗯，巧克力是好人，黎叔是狼人。肯定是坏人。他拉我，你说他坏人，我是打死你就过来。坏人啊，他坏人、啊。你给我过来！哇，我对他的事也不是坏人啊，你过来。我也是啦。你搞啊鬼啦！什么笑声、啊？哎、欸，怨灵哎，对，你要先。对啊，我在找啊。反正谁当警长，我查谁嘛，先这样啊。还是小雨啦。不用查我了。我管你哦、喔。你上次也是讲说不用查你，没有，你上次也是讲不用查，我不要，我不要，我是那个很帅的扎奇斯，你刚怎么没承认？我有在骗一下，不是还有一个？哦，是没错，我就相信你了，真的是我了。二零，真的扎奇斯还活着，你很烂呢，哦哦，你有问题。你很累，我可以帮你听啊，快过来。不
件也太多了吧，白痴哦、喔！卫生间砍人，我刚刚有两把卫生间，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身份，然后就想说，预言家要留着要查怨灵，太多了啦！天哪、啊，有够好笑，哦、白痴哦、喔，吵死人哦、喔！二零啊，二零是好人。等一下，你们四个人喽。觉得哈基有问题耶、欸？为什么？是你吗？你没有看到他、欸？因为你平常怀疑，你会说你才有问题啊。你可是你说为什么？说为什么？对啊，你才有问题。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太慢了，跟上一场一样。不讲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哈基死了。迪叔是不是在地下还是在哪？迪叔，我看到你 ID 哦。杀人班，杀人班。哎、欸，那里我看到迪叔了，在哪？还偷东西，还偷东西，没有没有，还偷东西，在摩天轮后面。没有，我在女人那边，请你喝这个。女人，女人那边什么鬼？等一下，哈基，你也太假了吧！你是第三天的狼啊，你才这样故意的啊！你这么讲话，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推我？你推我，你推我，你推他，你推他。好多防狼，要怎么样？太多防狼喷雾了吧？啊！哎呀！谢谢，我还没票到，可恶！没办法、啊，二选一呀、啊，被还呐、啊！我就是想那个那个，迪叔已经是狼了，先把另一个票走。对啊，可恶，还是票到哈基。那个狼臭小，所以团团你是团团、啊、是狼啊，是狼啊！因为我不知道团团是狼啊，想说还有个名额，是被迪叔白狼给刀了，还是谁？没有，我刚刚有来找我，他怨灵啊，然后他就拿那个什么咖喱棒把我砍死。哇！我说那个狼也太高调啊，这样我几率才比较高啊，对不对？真的。哦。天哪！所以刚刚有谁也拿到那个圣剑了？我拿到六个棒棒哎、欸。我没，你有一把，我两把，他这一把，我刚刚出了四把哎、欸，超爽。对啊，好高哦。大家都 SSR 好猛 SSR 哦，没有我没有挖而已。再一场，再一场，那个很多点位就没有复活了。哎、欸，20，查他查他，等下把警长关了好了，太可怜，有点明显有没有？这导演啊，我们完全不晓得是谁啊，对不对？怎么会？叔在偷东西，我也不知道是谁。对啊，我要做任务赢啊，我们一起赢啊！查他，查他，查他，查他。查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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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啊！你刚说我可以啊，我可以啊。啊，好。哎，哎呀，我的棒棒掉了。哎，你的棒棒掉了。你的棒棒，哎，跑去哪？哎，哦，算了算了算了，再捡就有了。哇，那个女人，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再捡就有了。是那个女人吗？你掉了还可以再捡啊！你是金色的棒棒还是银色的棒棒呢？金色的棒棒，你很不诚实，我要把你的棒棒偷走喽！我觉得波波很奇怪，我票他，太奇怪了。哎、欸，那位熊老师，哦，票他，票他，嗯，哦熊，哦熊。哦哟，隔壁的我过来啊！你是不是狼？迪叔是狼，瞬间直接砍死你这臭狼啦！哇、哦，加派内，派派派，派派碰呸！为什么没有捡到？哭啦哭啦哭啊哭啊哭！哭啦哭啦哭！哎，我走不了！啊，怎么了？哭啦哭啦哭！哦。有六根棒棒了哎、欸，太扯了吧！棒棒，你说你拿了几个棒棒啊？六根啊，六根哦，六根。对啊，那拿六根。有了，我有 UR 棒棒了，没事。反正你好猛，你有六根啊。对哦，第七根是 UR 棒棒。哈基是好人，哈基是好人，我是预言家，哈基是好人。我不信，我进入一个累个状态，我要断线了。哦，喂，你好，你好，有听到我讲的吗？有谁看到过那个吗？波波吗？我觉得不太相信他，没看到。对、欸，好，不然等一下来那个女人上面看我好吗？那个有可能小雨后是那个预、啊、言家被你刀了。哎、欸，
我想问一下，那个女人是那个蓝头发那个吗？对对对，哦，那个吧，那个是蓝头发，那是蓝色头发。你的眼睛是不是？意思哦，杰克不见了。你的马啾是不是有点猛贼呀？怎么样？很多人是他的粉丝哦，真的。对啊，说那个女人，有有有，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她是蓝色的头发，色盲，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了，她蓝绿色盲，完蛋了，完蛋了。王蛋了，你王蛋了，王蛋了！来来来来来来看这个美丽的王蛋女孩，王蛋哎，王蛋了，王蛋有王蛋了，我靠，你已经断了，对啊，这个断回来还有吧？就是读不太到地图，哦哦，还在卡住，怎样？有猎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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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猎人啊！怎样？这下面在干嘛？人鱼被打嘛？奇怪哎、欸！买啦！求你了啦！巧克力，你很安静哎、欸！巧克力救我！怎么巧克力？怎么办啊？巧克力超安静的，我的天！我在看着你们那边很混乱，你知道吗？哇，龙珠快集完了说哇龙珠我在远方看着你们，我想要辨识出到底谁是狼。哦哦，那时候有人在那个 女生的头顶，然后有人在卡在中间，然后感觉是狼。没有哈基、欸、哈基啊，记得是哈基、嗯、卡在中间，对你手舞足蹈、欸、跟我跳舞白痴哦、喔，没有，我原来是抖 S 教主，我没按到技能。所以警长是谁？我哈基啊，哈基。所以你没查到，他没有查，所以 我忘记用技能了，他没有用啦。嗯，哈基要嘛是抖 M，、欸、要嘛就是狼。刚不是他查我了，查过我了。哈基他刚拿武器，他刚拿武器。那就代表哈基是抖 M。啊！不要让他知道，他有拿武器，他有拿武器不是吗？他有拿武器。抖音不是也有武器吗？抖音没有武器，没有。抖音不会有武器啊，只是飘不了。哎，以前就没武器啊？是哦，有改哦。没有，因为抖音会没武器。你可以问刚刚的抖音。我上次就是刚过抖音。我刚杰克啊，有武器吗？没有武器啊，没有武器。没有，没有，一直都没有掉人的，嗯，没有的。那杰克总一直在进进出出。杰克断线了，他断他网络，感觉好像被炸了。没坏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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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坏掉。怎么办？你有办法玩吗？好，角落角落角落，我看我把串流断了会怎么样？好了，看卫生。快逃！快逃！你看那边又一堆人啊，你们那边真的超奇怪啊！看不懂哎、欸，这到底是 good good guy， good good guy， good good guy， good good， good good 是怎样？李叔，你怎么想说李叔？你才是狼吧？你为什么蹲下来？刚刚没看到遇到狼吗？你查了哪些人？你都没有查到怨灵吗？你没遇到狼吗？我没有遇到狼啊！你查我哈基还有谁？不要过来，社交距离。是啊，包包是我刚刚看到那个，他从女人下去，女人下面下去了。然后对啊，然后下去遇到迪苏了呢。什么女人下去？就是女孩，女孩的下面，女孩的脚底下。那就迪苏了。什么？我你说狼吗？对啊，我不是狼，我不是狼，是狼我被瞬间。好吧，你那个口气让我有点犹豫了。我会死掉，我会死掉，我会死掉。我不是狼。阿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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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狸。没有，你没死掉。哎，那刚哎，有这。我刚查团是狼，我哦，诶、
阿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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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勒啊！你好开心啊！这个谁啊？这个闪开的蛮大问的，真的。哎，我有拿到道具哎 ，CP 也还在哦。哦，哎，对耶，对耶，哎，对。啊，哦，那难怪，其他不说，那啊，难怪啦，难怪会是这样啦，懂了。哦，阿雷阿雷阿雷，我快点，我有那个眼睛啊，哎，杰克哈基，2-1，二比一。哈哦，命运的决定吧。他们两个是 CP 的敌数。啊，他们真的，他们真的。杰克，你快跑！我帮你。杰克跟波波是敌数，那个老婆是敌数。哈哈哈哈哈！是谁？好伤人呐、哦！我要看谁啊？你票我就对了，我跟你讲，你票我就对了。那你不要票他了，拜拜。哇。命运的安排，命运抉择究竟是谁呢？那你票哈基，你票哈基，你票哈基。月灵，月灵，月灵，哦，还有月灵，哦，还有月灵。我的天，哇！你票哈基，我们是不是就赢了迪苏五？我不知道哎、欸，那迪叔你就被他们杀了。对啊，波波刚是你用圣剑砍我。对啊，你这个坏人。哎、欸，所以刚刚是我被谁弄死啊？谁有拿圣剑吗？没有，你被杰克刀吧？哦，杰克那个时候有穿装刀刃哦。对啊，对啊，没有，你们那时候两只狼不是在那个波波附近啊？他刀你啊，我已经死了、啊，我们三狼啊，杰克是白狼啊，然后我是被波波，因为波波跟杰克是 CP， 是要把我砍的。我瞬间砍了。那、我还想说旁边是你，然后奇怪竟然还被你刀走，你不是查我是好人？臭 CP。哦，臭怨灵。最后CP 在那边乱场，变成是怨灵毒影。哦、对。杰克被警长找到了，不也蛮猛的 ，CP 火好久啊，就所以第一场抖音是20呢，20第一晚就死了，有一半是因为我不在，所以警长没有那个咯，没有，不一定咯，对，對他是警长啊，哎、欸，对，20开始是第一天是警长，哦，他第一天是警长吗？他第一天是啊，哦、所以那还是一样会有那个问题，那个抖音是没有哦，那我查也没用啊。对对对，那个警长关闭了好不好？哦、等一下抖 N 都不晓得了，真的要靠抖 S 慢慢查了。嗯，巧克力，杰克 OK 吗？哦，不 OK， 我 pass 太卡了。好，没事，哇，没关系。那我们扫怨灵啊，这样好了，好玩，好玩，要平衡。哎，我刚晚上在那边砸瓦鲁多，就把狼。堵在门口我出不去。有小雨感觉很绝望。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在绝望些什么？小雨，哎呦，来再来，噔噔噔，又轮变什么？抖音不会是坏人放的，狼跟怨灵都不会是抖音。嗯，没有蠢哦。明确没有蠢的，大家都是的。哎，巧克力抢东西哦。对啊。谁让你刚刚打我？哇，自己都被抢光了、哦，可恶！当然啦、啊，今天特卖会你不早点来，都被抢光。没有怨灵哦，所以双方谁先合出来，有没有直接获胜？哦，的哦，哎呦，恐怖死了，刺激的，恐怖死了。迪叔，你是不是狼？我不是啊，哎、欸，不要因为我话多就说我是狼。可是你听起来有点像哦，听起来有点像。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好，我票迪叔。我给你们看。我也票迪叔。不要呢。他迪叔说对着吗？我想说上一天的时候，我被迪叔的那个语气感动了，应该那时候直接打起来对。什么？
看底数小坏坏啊，坏坏，有事要大叫，有事要大叫。这是谁？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OK， 我使用了。你使用了什么？渣渣。渣渣是什么、啊？渣渣万里的狼人，他没有。什么东西？繁星是狼人，你又知道了。走啊，鲁斗，你没有动。他很丑，对啦、啊。休息，休息一下。你是抽 CP？ 好像是哦，是哦。我就觉得刚刚繁星被点名，为什么是20在大叫？对啊，突然我刚刚疑惑的是这个点，你知道？干嘛啦？就不是我哈，白痴啊！不是我，你现在怎样？你现在怎样？我要自卫了，我自卫给你看了。自我防卫，自我防卫，讲清楚。对，看哦。什么、啊？你是什么职业？我冤家，你是好人啊！不然你查我啊！你查我啊！你查我啊！他们也可能两个都好人，然后 CP 啊。哦，对耶，哦、你们俩是 CP。我又哦不是那个对，二零、啊、呢？你没开麦、欸？二零啊！二零，为什么你刚刚那么惊讶、啊？你干嘛？你刚怎么了？哦，看到狼人。哦，你再狼一下。你看到了哦。叫做谁？哇，帮你干嘛啦？这是什么？丢一下，这是什么？哦，什么什么？你们在那里什么什么什么？到底这什么什么？你是为什么我恶心还有缓速啊？你被丢药，你被丢药水了，喷雾丢到。防喷雾是智狼对不对？他防喷雾谁都会，就是你啊，又是你呀！啊，我想要赢，我想要。可以打我吗？你在跟狼讲吗？应该可以吧。那还好，还好，刚没有打，我吓死了，恐怖死了。我不想啊。那啊，可恶！你有问过我的感受吗？发光太久了。怎么没有讲啊？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你看我在跳啦。啊，没人看我、啊。你这臭导演，闭嘴！我拿一个过来跟你玩。狼人，白痴！你下一个，下一个不要掉我就对了。这个，他在那个外面，刀他了，刀死他了！刀我，刀我，对对对，赶快拖我！在摩托轮前面，要羞鬼哟！恐怖死的，恐怖！我刚刚眼泪跟眼睛都有了，二零，太可惜了！跳我，跳我，干嘛？结果20就真的飘下去了。那第一次你有查到谁啊？我查到你跟巧克力不是狼，所以你对啊，就有白痴啊，不是他们 CP 现在就死了，你死了好不好？你白痴啊！我死了，啊，你死了，你怎么死了？哇，他是被刀死的哦。对啊，他晚上被戳死，就有人在那边乱，你就想插你票，你知道吗？我才说我要自卫了哦。20快点票我。等我拿到身兼，不要！哦，这个凶的嘞！回你二零六六六。好，可以票他，可以票他，可以了，可以了。你在哪里？女人下面。就你。我在女人下面。狼人听到了。还有你。还有你。最后一个是你吗？真的，就你们三个。我都知道了，可是我都死了。谁被追？谁被追？好像有一股肃杀之气哦。肃杀。等一下，跟我们沟通一下，我跟狼人沟通一下，我帮你找一个人来，好不好？我帮你找一个人来。嗯。啊？怎么样？你看，那你，哎、欸，对，什么？哪里有狼人？怎么？小雨死了？小雨死掉了。CP 怎么还没死啊？下面有个人。哇、啊！是不是阿基跟团团啊？哎，你说什么鬼？哦哦，
听起来怪怪的、哦。啊，你听到了什么？噔噔噔，我怎么是没拿过圣剑啊？这一场我也没拿过啊，奇怪哦。前几场几率太高了。你第一场那四把是什么鬼？你知道吗？太夸张了，圣剑狂出，现在不来了。对啊，现在就是几率调回来了啦。二零回来，怨灵啊，有没有包里？有没有把揪啊？明血回顾啊！揪揪揪！我把揪，我把揪，我有玻璃。你有玻璃，你有把揪。对，好人，我们可以，你可以交给我喝。我是抖 M 好人。抖 M 好人是什么鬼？什么东西？有啊，他喝也是好人获胜。对啊，所以给我喝吧。喝喝喝喝喝！我再丢给狼人。哎、欸，狼人来钱了。哦，我缺玻璃，玻璃减五，我减五，努力找啊！我哇，这个帅啊！又狼人被打下去了。哇、哦，你刚刚定身救了一个人，假的。棒棒，棒棒，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拉到二零呢？哎，你有玻璃？你看你后面。哎呦，哎呦哎、欸！真是那个动物园，动物园。哎呦，这场大多。哎呦，各怀鬼胎，很干净。大家都要被攻下你哦！努力在找东西，有没有？在努力在找东西。東西哦、我在摩天轮。好、oh. ，我缺三个玻璃，拜托，真的。在努力找了哈。你怪怪的团团。我就一堆明线回顾没，奇怪。Yeah. 我十一张了耶。我就要运气衰没。波波，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我觉得不要，你不要相信他，这个游戏不要信。过来，你要他把东西给你、啊。对啊，应该是迪苏盒吧。好，那你东西给我。然后情侣就赢了。然后你要给我。哎、欸，情侣。哎、欸，你给完他之后可以把他票死，跟你讲。我们先逃命好了。好，我们先逃命。用道具的话是那个，就是看阵营的 CP 放了还是看他。我在骗他，我在骗他，我在骗他，我在骗他。你知道，有人在逃命了，是不是？啊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死了吗？太好了！哦不！第一输，东西要重新收。自己跑离他的，他去是摩天轮找你，自己不见的。真的假的？哦，抱歉。哦嘿哦，哦嘿哦，嘿哦，嘿哦！迪叔快跑！你们很嗨耶！我很嗨。迪叔快跑！你那边很危险。我没办法，下面在等我。阿贝要出事了，阿贝！阿贝出事了，阿贝！阿贝出事了，阿贝！哇！团团跟哈基都是狼，他们一定是怪人。哈，他们一定是怪人，什么怪人？这是什么啊？怪人，怪人，怪人啊！迪叔，怪人，你怎么怪人？怪人，迪叔你在哪里呀、啊？我在。你跑掉了，你好猛哦、喔！对啊，他在。我预言呢、啊？你那不是预言？二零到底是不是好人、啊？我还没看。就怨灵啊，晚上都看不到二零在哪里呀、啊。没有怨灵啊，这场没有。哦，没有。哎、欸，那你们不能杀我。哦，我就是杀没怨灵，干嘛不能杀你？你在傻什么？没有怨灵啦。你这场是不是也怪怪的啊？你才怪人吧？人家怪到爆啊！你要杀抖 M 啦。嗯，哎呀，会是谁呢？迪叔团团二择一，不不不不，迪叔不，情侣还在场上，真的哎，那就是那个了啊，这么明显，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捅我？这是什么发言啊？哇！不配合我，我努力了。不是，刚团团拉我就很害怕，我想要赶快追杀他哦。哎呀，那时候你们三个追敌数的时候，我就想说白狼怎么还不动手？我那就负责杀人，然后我是 CP， 我也要杀人，所以三只狼在互杀，在互杀，你知道吗？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好那个 CP 啊，想说追敌数那时候其实就差不多，白狼可以动手了。哎呀！哎呀！我要准备动手了，说啊！哎呀！太精彩了！你说是团团把我砍死不是啊？哦，对啊，对啊，你很坏哎！啊！我想说骗一下玻璃，我在那边在他前面，然后拿着玻璃看着他，然后就把我砍死、啊。不是不是，因为你在定的时候，我就看到你那边，你就是动了一下，然后赶快站住不动。哦，你有看到？你有看到？我想说大家都没看到。我有看到，我有看。切第三人称看吧，我说我看前面两个都没有看到。没有，我是好人，你是狼人，导演闭嘴，我哎、欸，还不赶快把东西给提出去了？面交的地点人呢？人呢？我回家睡覺。你这个满口谎言，你是装欧品牌看到我是不是？啊，最后一掌了，来，好好好，啊，最后，哦耶，是不是？我拿到不好玩的词典，不好玩的词典，好玩的词典。嗯你刚刚还以为你们会那个找到东西、哦，我刚刚也是很认真在找啊，我就缺眼睛，是要欺骗玻璃吗？嗯，对啊，我就差三个，哦、好吧，我也差三个、啊。不、啊、不，我刚刚骗你啊。你那时候如果合出来的话，算狼人获胜。哦，是算狼人获胜。对啊，白狼是要独赢，就是只有狼人跟好人获胜，所以抖 N 啊、白狼啊、CP 都不能合。嗯，哎，欺骗玻璃。欺骗玻璃、啊，可是我们都欺骗队友，不是欺骗玻璃。欺骗就是你，还怪别人啊，波波。我哪有？我哪有？你哪没有？我哪没有？你哪有？酱油，酱油，酱油，酱油。天黑，天黑黑，天黑请闭眼。会不会？会不会什么？让我忘了你是谁？啊！一二三，杀戮斗，通通停下来。我是好人，我嘛是好人，我不信。大家都是嘛是。你看我在行路，你在行路，你在走路很奇怪哦。你的家路怪怪的，怪怪的。啊，你不是我。某某是狼，某某是狼。什么是狼？我看到他太空衣。为什么是狼？为什么是狼？有人要下棋吗？下棋？啊，就是你了。Yes。哦。哎。哇哦！哇哦！我是 CP。等一下，不、嗯，二零，你是不是怪怪的啊？刚刚那边有一个狼，对，我刚看到这边明明两个人，突然剩你一个人，婆，哎呦哎呦哎呦，你到了 CP 也不错啊，二零在哪？你的怎么样？那二零应该是白狼吧 ？biu biu 真的是狼人啊？那。二零，不是我的，你在哪里？李叔，你想干嘛？没关系，没有啊。你那个棒棒很漂亮，验明正身。我这个棒棒是可以杀人的吗？不是，你那个可以挡一次这个伤害。你看哦，你看我打你哦。你是 UR 棒棒哎。啊哦，有没有？然后你那个挡下来了。啊！结果我就没棒棒啊！是哦，哦，抱歉，抱歉，抱歉，我不是坏人，我刚救过狼，我怎么活坏人？不是谁？那就棒棒就这样没了。抱歉，哎，二零不是哎，我说不是啊。哎，那个你被追喽！我要傻喽！你要傻了。
你傻了，傻了！我等下叫人怪给你玩了，你不要杀我哦。你叫人来吧，你叫人来吧。看看命中注定会是谁？哎、欸，有人要被拉了，注意哦，小心哦，我要拉人哦。不要，你冷静。哎、欸，我觉得巧克力是狼哎、欸，我觉得巧克力是狼哎、欸。巧克力，我怕他被你拉。巧克力在追的时候都没讲话，快点，巧克力有问题。哎呦，好乖，是、哎、那你拉、哎，你拉我去死啊！我拉。啊啊！不能！哎呀，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你, 謝謝 你, 你！不要，他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你看，你看，巧克力是不是你了？干我屁事！哎，他乱跳，谁啊？这里是不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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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记啦！不是去哪了？去哪里了？我还怕打到你，可恶！哈记怎么不讲话？哈记，二零不是啊？我有雪狼，等下有雪狼，有雪狼。哦、oh, ，那二零就过来，不是我，有雪白狼就过来，我凶了，有雪白狼，有雪白狼，要过来，过来，我是很认真，雪白狼，不是这往这边跑，然后就只有你了，哪里？车库，二零，我看到了，头上头上，你在这边等他，哎、欸、哎、欸，你出来出来出来，为什么我不能跑去车库？因为刚有一个人打完我，然后从车库跑出来。哇！拍楼上，拍上面，拍上面，爬上去，爬上去，爬上去。我刚好接近案发现场罢了。那你为什么要接近？你是不是就在案发现场？哇！啊！小雨，我对不起你。我证明我自己的清白。然后嘞？我不相信。然后嘞？我好晕啊，好晕啊，好晕啊！二零不要再吐了，二零不要吐了。啊、我也不是不。哎、欸、哎、欸欸欸！你要砍谁？你知道了吧？你不要先抓我，还是我帮你把他拉过来再跟你讲。你们很棒。阿基有那么棒、啊？阿基。我想询问一下 BO， 你说 BO BO 是什么意思？没有死人要安静。哎呦呦呦！有人上去找你，有这我看到。奇怪，怎么死人声音那么吵啊？对啊，我会把他复活再刀一次，有没有？对啊，叫他，好气哦！好气哦！太凶了！你那边有什么材料啊？我吗？对啊。眼睛，我擦玻璃，我玻璃给你，我只有一个。危险的白天，危险的白天。我看到二零了，出来，出来，出来！我给你玻璃，我给你玻璃。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杀了我朋友。我丢玻璃，你丢给我，你丢给我，丢给我，快快快快快！我丢，我丢，我丢路上，我丢路上，我丢很丢。我没看到啊，有桥上桥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真的真的真的。你为什么不敢丢？我给你眼睛，我给你眼睛，我丢了，眼睛我有很多，眼睛我很多，眼睛有很多，哎。我给你鼻子和哎、欸，巧克力也是啦，所以真的是巧克力啦，巧克力啦，我死了，我知道，你东西给我，你东西给我，你东西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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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有十一个冥界恢复给你，哇，太多了吧，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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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界，过来，不要，好好好，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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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别再往上爬了，所以真的是你对不对？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不是啊？我说刚刚追我是你，对不对？对对对，是我是我是我。你看还不懂你，然后你跟小雨那时候也是我票小雨的，哦，是你啊！哎呦，看他都不错啊！二零真的是狼吗？不是啊，哦，你不是吗？他不是狼，每次都你每次都出现在案发现场旁边的。我就一直想要刀他，可是你们又一直把他说得很像好人。你们就一直把他说很像狼人，我就想说，我想说有雪狼，太巧合了啊！他不是哦、喔欸，等一下，等一下结算你们就知道了，太好有趣了，刚刚。那你问他嘞、欸，天哪！刚刚真的很有趣。凡凡你在哪？要来对决，凡姑子啊！要对决，来对决啊！交给命运，交给命运。你在哪里？有很多命运的，来吧。对，下来，又是防狼喷雾。熟悉的地点，这样、啊，你等我恶心过，你等我恶心过，我现在好，我喷到自己哇，然后骗你都要等到晚上，
我不会，我会跑啊！想一想干什么？还不懂你呀、啊？哎呀，太神了，命中注定啊！我觉得我已经够料了，我直接把狼伙伴都刀了。哦，是你啊、哦？哦、对，是他。啊？怎么刚刚那边？哦，没有，一开始我要刀 Bobo， 我以为他是好人，然后叫他穿上衣服还打我，我就想说啊，他可能是白狼，然后就打我之后发现他是 CP， 啊，还是因为二零前面那个刚好是 CP 死掉，然后只剩下二零在现场啊，对，发现你说对了，對哇，对，二零上次我一开始掏包我还忘了拿东西，我是用空手打出的， yeah， 其实白血魔是我啦，哦，我这里算另类获胜啦，只是有人继承你的遗志。一个狼玩到最后啊，对，一个狼哇啊，就狼自刀加 CP 爆炸哦，对啊，没有那个波波在那边演，他太可疑了，穿上衣服了你还打我。我想说没有，你太晚穿了，我就想说不行，然后我打你，我发现我还是空手打你，你就真的要拿刀砍我。你、欸、你是用武器打，我想说为什么没被打死？没有，我先用空手打的，我后来才切武器。啊、哎呦，我还让你获胜，虽然你是臭 CP， 算我自己获胜，你走开。没有，我们一起赢了，我们都是你走开，你走开。20背了满满的锅，真的哎、欸！我在他面前死掉，然后你们全部都说是他，哦、我心想完蛋了，他肯定爆炸。你知道我就想说奇怪，发光只有我，只剩我在用了啦。二零是在演到几点？对啊，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刀他？算了，先刀别人。我每次追他追到一半，然后旁边有人，我想说算了算了，先追别人，不晓得他到底怎样。太白痴了，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啦！哟啊！哎呀，只能怪二零每次刚好那时候想说怎么天亮了剩二零一个人在那边，所以我才想说啊，是二零啊，我的锅，我很抱歉，想拉小雨过来可以，哎呦啊，好对不起小雨哦。好啦，感谢今晚收看，那等一下应该就没有那个了。没有太空了，因为今天没有揪。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哎、欸，肩膀有兔子哎，拜拜。哇，现在注意到，拜拜。